Hello，台湾的朋友早安！记录一下我的喜悦，我的开心，跟台湾的朋友打羽球啊！这里有四位，然后八位吗？今天八位，跟我们加我们两个就十个人打羽球，好开心，越来越多朋友哦啊！然后就你们都很 nice，很热情，感谢了。感谢阿九啊，对对，好，祝你们轻松快乐，我们多运动，身体好，对不对？拜拜喽，哎呀。